停一下，一会儿要不就联系你，你先回去吧。嗨，好久不见。那个，给我来十个串一个茄子。还是不要香菜，多辣是吧？对。先去坐着，我又给你送过去。不好意思，你看我们把毛毡都弄脏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这挺贵吧？你坐坐坐，你赶紧擦擦吧。一晃得有八九年了吧？嗯，你最近过得挺不错。啊，还行，你怎么样？挺好，你看，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。结婚了？啊，结婚了。那你戒指呢？啊，干活嘛，不方便就给摘了。你呢？我呀，单着呢，这些年经历了不少，现在就想找一个真正爱我的。老板，来碗泡面。啊，来了，我去忙了。嗯。喂，你人呢？回家了。你怎么回去了呢？不是刚才你让我回去的吗？你被开除了。哎，你上次那相亲怎么样啊？